哦，各位各位，哦，麻烦大家安静好、哦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麻烦大家安静一下我们现在开始准备上课。啊、哦，这节课是由我们蔡财源委员来演讲哈、哦，请大家用掌声欢迎，谢谢。啊，各位东心老大，一、啊、个最后要不要起来，把它穿上。 西装外套。另外呢，把手机先关掉，全部的手机先收起来。那边做行李吼，收等的啊，下课了再走啊。先关机，或者关静音，而且不能够低着看那个手机啊。 因为上课呢，有时候不专心意的看自己的手机，那来上课的，没有意义啊。还有我昨天下午呢，在后面看了、哦，啊，那里有龟、哦、啊，咧咧呢，周公咧打周公啊，吼，咧渡孤的哈，咧金币哈，这样式的哈、哦。啊，我喜欢说早上上课呢，大家有精神呢，哦。 我已经都看的前面后面都要看看哪一个人打瞌睡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开始来讲哈、哦，那这个题目啊，可能要留到下个月大家、哦，他的捷讯、哈、专训，给说一些可能才讲得到了哈、哦。那因为社会上连续五十万代志。 我们要及时反应，及时把咱收尾，咱起来隔严哈。我参加，我们这个通讯的把那个西装穿起来哈。哎，我们预计可能是下个月以后，专训哈，唔到盖秀博或者怎么样哈，我再把这个这个题目哈做一个总结哈。还有最近社会上老是讲。 虽然他们的选举跟我们没有关系啊，但是呢，大陆生活在台湾这个所在，未来的变化，未来的变化哈，老实讲，有些人也没有办法预计啊。当然，整个掌握在美国一出来，包括国民党、民进党，还有包括我们台民政府，的确都能够有预测。 比如说，美国什么时候要来把中华民国政权接起来，然后什么时候要交给本土的台湾人，也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，这个时间点哈、哦，算是没有办法掌握。所以有的同心都非常急呀、啊。同心来的那个这位同心，这个同心你是不是在打电脑？好。 因为如果有做大的生意吼，暂时先填起来吼。我们诶，大家难得来一次了吼，像各位看了这个集训吼，所以我是猛公来的时候，不管你有没有什么大的收获，那智慧带来的智慧吼，而且也几批的启迪。等一下我再讲。我想有讲，美国现在脚步诶前进。 迄个建的是当个七月一号，迄、那个 PRC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宣布讲，伊是甲国民党宣布的，就是郝龙斌迄个时讲的，然后透过国共两党讲出来，然后就是就是这样执行了。就个是可以拿芯片的中华卡，啊，所以社会上很多的问题出来啊。 你拿中华卡，阿、啊、要怎么样子进出免签？啊，咱呢，咱的卡不卡办？咱申请个旅游证呢，可以一百九十八个国家免签，啊，但是呢，尽量去免得来。我可你免得来，但是现在我们还用不着，也就是关卡，阿个是中华民国一个关卡。那么进出，你若无讲很适当的时阵吼。哦 那引起这个问题哈，对咱台民政府不好，所以我们不急呀。但因为一个中华卡用出来了以后，先哦，变成真接近吼，对中国把这个牌打出来了啦。打出来了，已经跟我们是怎么样？进入弱搏战了。你经来战争来讲哦，已经进入弱搏战了。弱搏战不是压枪压刀啦，这些个动作拢就死了，已经短兵相接啊。 所以大家来专心的心哦，你不要小看整个社会上发生了一些问题。我各样问题，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哈，阿、啊、家大概讲一下，尤其是因讲要选二零一六的的总统，好，今嘛问题拢出来啊，因为总统中华民国总统，结果因国民党应该本是中华民国诶，黄秀珠就讲袂使讲一下。 不存在啊！哦啊，这个问题大了啦。哦。我慢慢来分析一下。先讲中华民国，迄个气数要尽啊！啊，气数要尽咯、哦，还一挂问题都得造出来，恁恁怎看无吗？我、嗯、看有嘛吼、哦，对不对？首先你也讲无大无小，抛出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讲因老爸嗯，是二二八，还是白色恐怖？吼、哦，好迄、嗯哦那个。 哦，按这看咧是爱笑哩，噻。嗯、啊，恁爸迄、那个叫做叫做白色恐怖诶，所以我觉得评论家啊，特别因中国嘅吼、喔，中国挂咧叫瘟神吼、喔。你要看伊嘅评论啦，伊讲因老爸佮当作黑史尚迄个尿别啊？哦、啊，我伊个不妥别搞咧，伊在吼。啊，所以这个尿别的定义吼、喔，老实讲有不同的迄个定义咧。 但伫阮受过白色恐怖，总共十五年，来看这个事情呢，迄、那个瘟神吼，伊评论的吼，都未没有错，因为阮伫内底，你若讲有阶级飞碟的，也是叛乱的吼，无代志拢看我当啦，所以若讲坐我当的啊，啊，迄小儿科无代志的，佫较锐呢，有种较单纯呢。 唔是团体，个人的，是思想啦、啊。我你阿美国蒋介石王八蛋啦、啊，吼安尼你就关三档啦。迄 <laughs> 个你这个思想有问题耶、啊，哦，啊是安那呢？你了美国民党诶，美国伊招了从虾米？那是个人行为。但是我呢，的一个 group，一个团体，所以我们要判徒刑。所以今天的感怀吼、哦。 诶，伊那、欸、开足多钱哦，甘画家呢在土城啊，土城你知影无？新别墅的土城哦，遐有一个叫做仁爱教育实验所。阮最后的三档哦，阮就招来遐个啦。我最后三年哦，本来十五年、十二年，但因为成绩不错，所以再加三年了、哦、哈，就变数了。哎、欸。 诶、欸，你读册还成绩袂歹呢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以那个土城呢，我们另外叫做教育实验所哦，李敖以后底下待过了，李敖了。跟迄个彭明敏教授与两个学生吼、哦，拢含玩作为第一的所在，最熬的三年底下。所以那个叫做怎么样呢？伊叫做感化，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感训。 迄个感讯吼、哦，早期有个罗马迄个钢粉，有在呐。迄、那个准备总部有一批吼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疫情专案的，有无吼？迄、那个叫做迄、那个官粉，也叫做感讯，不是感讯吼、哦。感讯是你用的思想的问题，但是有轻有重啊，迄、那个感讯吼、哦，你若去不了，你若搁调皮捣蛋吼，一直安那呢，无限的甲你延起啦。 阮高雄中学的一些老师，英语老师真有名，叫柯其华，哦，挂机华不吼，伊做一本地的英文的人哦，很畅销不哦，那、啊、也是在熊镇的是我们的老师，啊，伊期间搞的时哦，没让他出去了，伊喊我先接拢明白哈，他是延禧呀、啊，哦，还有个人延禧贵吼，大家用到了感讯，啊，所以。 洪秀全老爸讲了感讯啊，我着想着啊，伊个当初不是像柯西华做了以后，你有问题去感讯。以前开始个时个判感讯啊，迄、那个感讯是无代志个哦。但是国民党个真厉害，伊即摆用下来要掠迄个人，伊着用边个人来搞迄、那个。但你掠迄个边个人呢？如果安尼放出去，伊讲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你是出边个人，啥物？不像现在有污点证明啊，吼。 哦，污点污点证人有无？即马有无？但是迄那时候没有污点证人啦、啊，别安怎？我哋咧张三咧讲李四，所以这个内容吼、哦、没有公布，但一万来的经验了、啊、吼。我咧再讲哦，瘟神佮批判是因老毕是要别人吼、哦，我想是巴布里斯了，为虾米呢？因为因咧总经理要用枪毙。 按照那时候，迄、那个糖厂啊，腾讯哈，因汉发生有一个想想要贪污贪污的事件呢，但是贪污的是的时阵哈、喔？就一群人会了去，然后有人呢就用捏造有迄个虚假编别哈来搞你总经理啊。在那个时候，哪互对一个搞掉，拢互水水兵上小搞搞掉就对了。 因为中华民国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奖金制度，奖金最多有真济人输在了奖金内底，你知影无？就是甲你减去的吼，十个吼，拢差了十个走未去啊！为什么他有一个政策，另杀一百不能错放一个？所以主要有人减去，讲诶，为、欸、什么人会减去你，无要减去伊？用这个反问啊，你这個很糟糕，你知影无？ 为什么小黑一个人被检举？我蔡某某为什么不检检举那个？你没有办法答辩呢？你那边小黑一个人，他检举你，没被检举伊啊？所以很多状况之下是喏，他都这样误判下去。所以阮当初起的时候吼，伊讲你们要叛乱，那我就给你乱判。哦，诶，叛乱跟乱判都要变了呢，他就这样子。 所以洪先生老边，吼，我看那过程吼，应该是李俩英来搞总经理。所以两年多的感训日期而已哦，两年过了，过完过二十三日了，三年都不到。一个感训是要三当啊，出一些系列各何负责，这个我较小了唔知呀吼，但是我们吼。 比较清楚的，对了。所以一波大伯是把因老爹提出来，唔知咩有社会同情还是安怎好，那我们用另外一个层面来分析他，如果说恁老爸是真正无去感训，而且一个思想的问题，那么谁逼害你？是你即马执政的国民党呢？ 你国民党迫害恁老爸，我们说两个城市来分析哈。如果是国民党迫害恁老爸，那林科你伙迫害恁老爸这个集团，这罪恶集团，你做样的高官，你这样说的过去吗？从吴伯雄、喔、萧祥，吴伯雄因阿背辛诺是用担架扛上来呢，死的很惨呢。迄个无家心哦、喔，做安那做国民党的。 高干这个受害挨了，同样有很多受过国民党的参害者家属，连科我要做企业我也不愿去做一个官，你知影无？自食其力啊！咱这彭明敏、彭教授做的这个例子啊，彭教授是蒋介石一直要把他拉巴提起你知道？你说台大毕业了是喏去留留哪里？加拿大跟留法国？ 是国际上有名的迄个国际化的专家，但是潘雪研究的吼，不像我们秘书长是战争化，他研究的太空华了，对不啦？估计咱台湾人诶，迄个国际的是太空华专家，所以当李宗那写一个台湾自救宣言，含炎能学生，迄个蒋介石集团厉害的时阵吼。 国际上有五百个学者专家下批了蒋介石，大迄个关据，最后关一当唔的控规日关也放出来，放出来个时间呢，他受监控啊，伊住伫迄个温州街啊，台大失色。但是呢，国际有人一直帮助他，用三天哦，三眠三日，连续经过六个国家的地区，一直跑到瑞典去了。 那时候是一九七零年，所以过来想，彭教授因爸爸偏迁科、李高雄这一间啊，二八系的呢，他是五个代表之一哦，五个代表谈判呢，结果呢，那一个惯例是不杀来使，不杀来使，让对方派来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吼，别来讲代事还是大赛，也好吼，哎呦，带有使命的人哈。 你都不能够对他怎么样？这里惯例哦，不杀来使嘛，哈。结果五个代表那些人是啪，骗骗骗所以从此彭教授一心哦，国民党怎么样招手，蒋介石情绪被接上，他都不管你，就是几两个人给力什么，一个隔了对了。所以我想讲这段时间有很多，尤其是这个。 新生报的诶，的一个总经理对无姓黄诶呀，哦，因左肩都要给，都要给呢，结果都要立案，立案的最后的消息就被枪毙了。所以左肩是一生在追求这个真相。因老爸大概慌的是发生什么代志吼？为什么伊做一个报社总经理的时候会被枪毙？所以。 国民党怎么样招手，伊绝对无买迄路诶。他宁可安尼呢，生活艰苦，他要追求真相吼、哦。所以，这个洪秀柱因老爸，我谈来讲假设是真相是为了受国民党在威吓阿伯的，那么你怎么去做那的官呢？吼、哦、好，假设唔是，他爸爸唔是。 不是白色恐怖来的，是这叫别哎！哦，那当然啦，他或许是我有公义的公义啊，所以我需要在内底做一个大官啊，对不对？你做着奋斗主义尔，尔全台湾过来听个奋斗主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管如何啦，总之一把、一巴巴，这个抛出来，对他是不利的。好、哦，如果说单纯。 当然，公勇算计，哈，如果我们不是参加台府，主管参也算计了哈，那如果我们在外面，当然了，哦、喔，咱得支持蔡英文啦，哦，凭良心讲的些呢，是当前我们也支持他。那时候我们明民府还没有严厉严格说不参与这个选举呀、啊，所以阵啊，无代表起他的红山、啊 国用红刷总部在那边呢、啊啊哦，我去帮他养了九只小猪啊！第下鸡吼，我饲高家，啊，结果这个第下鸡高家都默默也抬抬伊啊！哎、欸，我底下鸡只要捉补呀，啊！啊，这个人来帮他选举，但那时候呢，迄、那个十二月三十一号，我们在外面了、哦，叫做。 忘年会叫做摩连开吼，但从今年开始是用迎新会，以前是忘年会，所以就嘛迎新啦。所以咱有一回车，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时阵，秘书长在台上，伊就宣布讲，蔡英文会输输八十万票。我哋大咖讲啊，系啊，啊,啊输八十万票，我高架底下惊到输赢，啊？<laughs> 这个太自私的想法了哈，呃，因为咱支持爱讲输吼，啊，咱咪输伊啊，哦，这人的本性啦哈，啊，咱的企业底下间里边支持伊，啊，讲输伊啊，啊，未、啊、投票讲输伊啊，啊，这个仗怎么打？啊？事后听讲，秘书长，秘书长哦，是美国叫他宣布，啊，头阿是唔敢宣布啊，一宣布闹亏啊，这阿无内些对我们台民政府。 伤很大，所以一直讲美国讲这个能够宣布吗？美国讲你宣布，嘿，美国这么有把握啊？结果一开出来，七张高票、贵票差，两千票呢，哈，那加进加进八十万票。亏的结果是怎？哈，得按照美国所讲的，就八十万票，哈，但一般人唔知啊。 美国为什么那么有把握？国力参与是特别被造门票。以我我参与高雄区的迄个选举哈，迄个委员会来对哈，啊，我训练四百几个，那时候我当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的执行长，说我训练四百几个哈，而且买了四百几个迄个傻瓜相机啊。 吼、哦，啊，每一個人炸迄个傻瓜相机吼、哦。另外，每一组三人，每一组三人，迄、那个各投票所监票、监票。所以，这个参与这个，我的了解，我、啊、较知影。输完了之后，我跟秘书长在讲，啊，个社会人我拢个讲？我美国这么有把握吼、哦，毋是讲他每个票摊啊。 你三票、五票、十票加加起来，拢总得要八十万票，不是这样子的啦。因为全台湾拢拢一万四千几卡票档啊、喔，哦万几卡。民进党呢，得要加三千卡，得要两千几卡，无够人派去干票，好，这是其次了哦。民进党恁号称这么多人，一万四千几卡，你了。 派办一个尔后手两千几卡，你都无法通派人去检票啊！你们，等于输米输底啊！你啊，输的时，各位我若无讲，一个节你阿个毋知啦，著、就是安尼呢？我美国叫你咪输的时，喏、喔，讲就较歹听了，允许你国民党哦做票啦，但是你阿噶做较拄啊好咧，三拍以内。 按照伊呢，执政当局的法令啊，三趴以内的话吼、哦，就是要验票；三趴以外，那就不能验票。啊，三趴或者呢，一一千三百几万票嘅时阵吼，三趴等于四十几万票。你如果四十、四十几万票以外的话呢，那就不要验票。四十几没来得以内要验票。 但是呢，你那个赢二三十万票啊，吼、哦，表示和老百姓吼、哦、心服口服。啊、那从阿扁啊第二届赢迄个两万九千几票的，对尾三万票的，结果连战一直讲要验票啊，对不对？弄得鸡飞狗跳。打扁第迄届是验票，您知影无？这个很奇怪吼、哦，第二届赢吼。 加加减减读读起诶时阵哦、喔，后边迄阵当也连战甲宋楚瑜咧联合哦、喔，也话者咧零点零零二二八啦，呃，这么奇怪吼、喔，迄个第一次就是因出来讲，伊安尼是低空掠过，读起来输到零点零零二二八，但恁这人不妥啊，不卫生哦，开始验票，恁知无？我验票出来先哦、喔。 阿扁啊，又多二十几万票出来，哈、啊，不言而喻啦，吼。阿、啊、所以敢，我们刚我们刚刚个郑树华那光算了算了算了，输了,了,了啊，输了是个给二十几万票出来。你看那做票做的那么那么厉害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过去可能唔知啊，但有常务就知啊。以前，迄个票来滴吼，上面一个空格，你等于该爱等到明对唔对吼？诶、欸，他们规定的是哦。 迄个票来的就是那一张，你只要张盖着就行了，不要抄在外面，那就有效。就是来天的名，伊都是单独，我邓对嘴邓嘴，你不要盖到旁边。底迄个格格来对的时阵吼，你只要盖一个位置，无含人重叠，那就有效。好，方便你他们做票。 我咧讲吼，因各位台对即个较无注意，我较去注意了吼。你比如讲某一个地区内底，如果来要选举议员啦，国民党内底有五个，那五个吼要争取三个或不管啦吼。他要买票的时候怎么买？第一一个责任区了。你如果来的新吼，这个区这三十个里吼。 你可以在你三十个例里内底买，你不要越区去买。你这四十个里这里也你不要越区去买。但是除了你同个列朋友列亲戚住在别的区的，那个可以投给你。安尼是，他可以计算的。你这个区三十个里哦、喔，我大概开多少票？额外向亲戚朋友同个加一摆，你一定会当选。 所以国民党是这样控制叫做责任区啦。个另外一个買票，假设讲我是李长啦，国民党李长，系啊，啊四五个迄、那個、议员拢要甲他讨票变呐，啊就去买票啊，怎么买？你讲我这个票档需要一百票，好，你一百票起来啊，钱起来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这个人讲伊要八十票。 那个人要七十票，还、哎、要那我地长怎么混？很简单，你开出来吼，你是我议完了，不能打迷糊仗啊。他怎么弄？你个部分，你一罢票，哪能邓你偏啊？吼，你要叫那个监票员，你那底下省啊，邓你偏啊都是你的。啊，你个呢邓你头壳黑啊，那全部哦，你的票要邓你头壳黑就你的，啊，邓你正边偏啊就你的，倒边是你的。 然后呢，叫你的那个计票员，你听懂？误差五个 person，所以你丢你那讲贴钱，你那无亏出来吼，啊，你用哪去拍？就这样子。所以他一讲的，你不能打没有仗啊！讲我有,有啊，你有亏啊？你亏几对哦，这么看啊，你拢邓丽萍啊，那很奇怪啊。那时候我哋个人很奇怪，奇怪啊！迄、那个票内底拢系邓丽萍啊，那么奇怪。 你也感觉足奇怪未？也就是这样子，因为是买票的时呢，非常有技巧，登对登对的没有小虾米人的啦。所以目前里边哦派迄个干票员嘛，他可以统计嘛，哦评下一票，他开下一票，评一票，他们登记他们的。哦，这个，在整个大选举的大局嘅选总统，所以的马上就选一个老斯讲。 伊如果平常的话，是应该是蔡英文当算了。但是当然，美国徛伫国家利益了，哦，阿哥，恭喜人吼！我们用逆向思考来思考这个代志啊，吼。你讲如果和蔡英文对的是喏，伊也是台湾人，但是是中华民国国籍的，中国籍的台湾人，而咱呢？ 咱虽然拿着中华民国国籍的档案，但是咱搁有一个特殊的，因为咱是本土的丹人，咱搁拿着美国核准发给咱的本土丹人的身份证明。你如果说因为这个地区要安定，你比如迄个蔡文调的时阵，伊的做法跟马英九有小寡一些差别。先不谈他的外交政策方面啦。 在美国起膜拜迄个部分呐，先讲如果单纯呐哈，单纯呐哈，用美国一衡量，蛮久第一任的做到不好，哎，做到不好是现在要跟我做？你要想这个问题啊、喔，伊得怎？美国唔知吗？美国喜爱是台湾的心哦，各角落拢有军人啦，有文化界、政治界拢有啊，小的来都拢有吗？他不知道做了蛮久，做到不好吗？ 咱就怎样讲，这老婆比我们在吗？非常清楚。但最后为什么支持他？所以我做讲用一个逆向思考来思考这个问题啊。在那你这個家庭来对吼，家庭来对了吼，迄、那个新妇甲大家啊，甲周围人，如果相处的不错，哦，相处的不错哦，突然间你两个人要离婚呐、啊？ 你想引起迄个公婆，引起邻居周围人会不会抗议？我、嗯、啊，这两个新妇呢，还、啊、迄、那个轻贱怕变骨立，为甚物要离婚？好，今麦个话语讲回来，如果这个新妇的心哦不得人心，对公婆对周围邻遭拢不好的时阵呢，当有一天因个要离婚的心哦。 那个反应是什么？啊，炸了爱理呀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如果满酒的心，以及把做干的心哦，没关系吧。然后要把挣钱拿掉的心，没话谈民主的心哦，那个啊，你来管炸几摆呀嘛？就是满酒做了败心了，公婆跟那个邻居仔相处的不好，所以你没关系吧，出师有名，你炸爱几摆呀？ 你如果说是蔡文泽的出身啦，你们想一想哦，诶、欸，这良心哦，最起码不像马英九这样子的。那两岸政策哈，他是稳健，安那些良心哦。虽然没有达到把台湾的整个国际化起来，咱的地位形容不明，但最起码以责任心哦，那么没有那么急躁啊。咱那边挖的心人奇怪了，而、啊、且、這個、新埔的这样后，你写那边挖起来，我有太多的疑问了。 美国要出手的时候，那讲，哎、欸，啊，这个新布把这个家，这个家还遐好，啊，你是阿咩？所以你如果用逆向思考的这个问题哦，哎、欸，我咧想讲，我这个想法可能是慢慢这个答案会出来。所以美国来一百的时真的，就不像说要关马上九哈，比咧关如果说蔡英文还好 所以现在争取啥呢？雷、就、公、是、最后是每年卖算咯、啊，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共同要努力的。有你老算的时阵啦哈，很多假设问题拢出来。你算的是呢，表示那呢，你那动算获得民心呢、啊，你那获得民心。当然，咱的那条啥呢？他们有名誉，但是咱呢，咱有法力啊。 虽然是民意抵不上法理啦，但是为了讲能够较轻啦、啊、较轻轻啦，一旦把这個政权给掉去先咯，最后是慢慢复杂，现难啰嗦嘛。所以就最后卖还迄个决战。有当那里想吼，如果说放任引起决战吼、哦，这主题是足好看诶，足好看。 七月十九号的时阵吼，因为这个戏也无停止，你知影无？黄秀树的代表因国民党无，咱唔知啊。有谁人要出来无？咱唔知啦。但是在这个中间在起鼓的时阵吼，就做老实人，包括我們的老朋友施明德，啊，伊来插一脚呢，他也参与一脚呢。啊，所以一定要关心哦，用、嗯、知样我参加台民政府了？ 为了《苹果日报》看到的，因为我不爱讲这啊、個，吼、哦，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走我的羊肠小道啊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结果伊讲伊要选总统了。吼、哦，我头伊讲吼，看到迄台民政府吼，伊、哦、讲他,他不反对了。诶，我想讲啊，你要反对啥？哈？<laughs> 但最起码他说不反对，无成为姚嘉文讲迄诈骗集团啥物诶，无成为那样吼。哦 也，这朋友甲讲，甲咱讲哦，吼、哦，那天晚上哦，十二点外，他们在嘉义啦，嘉义哈，有几个啊，迄、那个独派的人士拢作为伫嘉义，包括教会的人啊，啊，咱高雄有一个吼、哦，县区的，著、就是迄个报社，伊即嘛伫电子报咧做迄、那个。十二点外，当来敲电话啦，诶、欸，这么晚了，开始敲电话。伊讲吼，吼、哦。 讲捞出来啊，拢叫我捞出来。你讲哦、喔，你参加迄个，迄、那个，迄个诈骗的，你用骗伊啊，你诈骗的呢。我先啦，因讲因拄多伫迄个家己吼、喔，有姚嘉文吼、喔，因伫遐咧讲着着啦，讲我们台民众有这人。哦、啊，讲讲好了，我这年纪遐侪遐老啊人骗你吼，对毋对？啊，算作我一生的迄、那个。 我是不惑之年呐、啊，已经超过不惑之年呐、啊。啊，我骗你，我我发图啊，对不对吼？完、哦、了，大家等着看呐、啊，我等着看呐、啊。所以姚昭文弟出来就干事啊，干工作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想，诶，这个我这个这个这个、老朋友心里面底个心吼，嘿、哦，伊可能可能老一波啊，伊想要选总统吼，讲，我劈啊，啊，所以咧，说出善意啦，讲啊，我无反对。 我看到你反对不，你个我必须也无给清晰啊啦，迄个奇怪呢。好，结果呢，伊个要选总统，那我回敬一个善意了吼，我那祝福你啊。哦，就是这样子，你输出善意，我输出善意啊。啊那无，我着去批落啊，你知阿无？你要选什么？台湾的曼德拉，对不对？南非的曼德拉，或者等于时势造英雄啊。 大家你错过时机啊！你话唔对，坐二十几单啊，已经比我多了。我十五年啊，对不对哦？而他那个美丽岛事件又加进去哈、啊，啊，所以我讲哦，来错过时机，迄、那个时机点啦、啊，你若要掌握，你来糊涂啊！迄、那个 t i 时机点哦，你错过迄、那个，你今仔你讲你是用歇个嘛？新生代只系无咧个殉道遐啦。 但当初呢，在一个气氛内底，全大陆内底讲，我要回馈你，迄、那个心态，中间是咪啊？第二时阵哦，如果那时候吼，安、哦、尼起来还有有的争了吼、哦，但即满一样，今个只骨啊，只当内底，我们新生代他有点个，拢今在有投票权啊，他们知道你什么吗？你不能倚老卖老啊，所以。 当一个要出来时喽，特别是一个新生代高佳鱼，民进党你阿咪讲个时我、喔、碰碰脚呢，我、啊、你奇怪啊嘿，你是算阿公级别啊呢？嘿、那个算公孙哪级别？人家有问题有主意，啦，你还该讲，你不能倚老卖老啊！干那这点个时哦，社会看破脚手，我看了讲阿即是要安算呢，对不对？敌人即将回时阵啦，面对新生代有些有质疑。 你爱祝贺你，该讲诶，因为很多他不了解。你的白色恐怖来的老师讲，你们知影，没有经过，煮烂咯。田贵二次大战，经过二,二八事件，再经过白色恐怖，接着呢，我们现在过的是半套子的，半套子的民主自由啊。阿恁姐这段的心哦，累积的经验，你可以把下一代人，你不能用责备功倚老卖老安啊。 所以我讲吼、哦、啊，无多啦，这个时代吼、哦、已经变化很大，你阿个停留伫迄阵啊，完全我老大即种心态啦，没有办法。所以我讲吼，是谁的卓越英雄？今天宋楚瑜还是算盘的啊？吼，我喊人第一插给哪里？还是迄个，要硬要,要,要,要插一他哩咩？ 我想讲，这你硬是过去的啊，你过去事的啊。啊，但那事实就造成安尼啊，因为伫人诶内底，因这拢人诶出走出去的啊，对不对？无干的先咯，伊是讲，诶、欸，个机会个来啊、哦。我是、哦、看人诶共主啊，伊拢要甲你检讨看卖，做省长生的、省主席诶先咯，从迄个支票派嘞，全台湾三百几个乡镇做透透。 问你讲着替国民党去怎么样深至民间？要知道明末在世上的安排一啥呢？伊要选总统的路嘛，所以把指标带在身哦，跳过县市长，直接落乡镇长，这是绝大错误嘛。今天台下抿嘴哦，我咧看讲拜托诶，恁开不敢讲不出来，今日事实做些个拢不敢讲讲出来。 你董卓是真的是为了名末，那是真正先得透过县市长这条路关，透过县市长出去，你报管市长嘛？唔是你，你亲身支票诈嘞，拢总七千几亿，阿扁阿起来的时了，太可承受，七千几亿咱咱老百姓会捐钱，你知影无？大家都查一下历史看看。 伊做省长个时阵呐，伊爱派遐个省议员，个三三爷来只拢超大了。来有机会时咯，一个叫欧卡扎遐遐不堪日耳遐遐迄个出来，你看,看包括即个电视名嘴，是你前面讲个遐，拢是超大呢。你用迄个特权超大呢。我给清楚个是喏，五百万，我一超个。 大家千五万嘞，到尾即金厝互你啊？互银行里啊，你超贷，生意员那所有的特权呐、啊。高雄老，一个完，看到新余员讲：“诶迄落我阵阿未做董事长啊，下、欸、楼出来。”哦，你落伊用一间大楼，我来甲你甲你贷啊，贷贷即金就拢互互银行收去啊。我们不干嘞，即种是老百姓的钱啊。 你用特权，咱家也知影讲，新余话，你这种特权，你知影无？那时候一这兄的，三三银，六中银啦、啊，啊，啊一银啦、啊，华南啦，吼，哎，这东西啊，你手下你写钱用七千几亿，对，一条路，阮公关的这么只公司啊啦，咱也熟悉下骹遐村支长也知影，因咧讲啊，讲当初因自己算盘就是安尼啊。 我欲啊做即条工啊，即条路若空空个贵啊！伊讲差两百万，也是三百万咯、哦，安尼五百万可以做较好嘞。五百万可以做较好，迄迄是加讲个嘛，对毋对？所以无怪人个咧讲讲要要五毛几块就是安尼啊！吼、哦，迄时开讲啊，我加好你是要你做较好个，吓啦，要替家己落呢啊！迄就是发春诶啦，你去迄、那、落、個、收买人心呐、啊。 算出来是哦，年前哦，第一下选的就年前哦，安、啊、那想来想无讲国民党迄条骹拢互恶伊。年前国民党个时间选两百几万票，算判了四百几。你看咱岛人做好必要？你知影无？用钱家己攞的了，你著支持呀。连国民党来支持呀，好对不对？永无党即个出来，所以你若回顾这段就对了。 年前的国民党是啦，只爱调侃啦，是用迄个钱卡啦，你若钱无来哦，免想啦，就变成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，所以起码两者来机会阁出来哦，洪秀柱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现象出来了，伊、那个要总出来，因為泛滥的经济又给伊是一关啊，底下议会啊，遐、那個、民主的议会啊，我有行政能力强啊，强对。 提高用钱啦，什么行政能力强啊？啊，大陆或许就忽略掉呢、欸，所以我想讲，伊不会选啦。咱是讲，伊袂选啦，啊，就算啦，算袂到啦，所以免插伊。但是呢，我讲这红袖助的心咯、哦，因田老伯出来了，是真吼、哦，对自己啦是一个负面的，和负面哈、哦。好，接着一个改波大决心咯，个也学历出来了。 这个学历哈、哦，哈，做处级的学历哈、哦。我今天啊，特别跟你讲一是呢，为什么研究所我后面都没有写，研究班没有写这个学分呢、啊？这个学分的是不要写论文啦、啊。但伊呢，三六一的登记时喏，教育硕士，他、那個、的 master 一些呢，一定要写论文。各位在座，你喏，读过了你知哈、哦，必须要写论文啦、啊。 卖讲美国迄个吼，迄个什么东北大学吼、哦，卖讲已经是咪压根啊就对了，但人即摆改啊，改做正式的多乐门嘞。但以前的时阵吼、哦，可能毋是，可能压根啊，主要你来请客来啦啊，我来来归家做啥物时先吼、哦，我就发给你文凭了。所以自己的性质呢，即咪红袖子俩，各咪弄经济学历。 但伊的激情，你无咧要查，为虾米呢？他这个跟教授要升等没有关系啦。所以就讲跟升等没有关系的心吼，伊糊弄啦。但你选李的心，那无要查这啊？你今日要选因中华民国总统，嘿，派谁让人家查啊？爱抓歹回的啊？啊那呢？伊拄得做一课。好、哦，诶、欸，这这又搞歹回来，穷追不舍。 啊，这些、个、喽，伫恶的心喽，厉害啊，要吊打。为什么呢？一些伊的文凭是真的，文凭唔是假的。但整个过程心吼，系、哦、安那呢？那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用数士出来心吼，即马个查，很好的无红袖的论文。来讲我吼，我只问啊。 我这用出来先吼，我这研究班、研究所，我读多久？但是呢，我不讲我学位出来。如果今天我用学位出来，我必须要拿出证明。但是我、那个，我为了为了底下受证的证明啊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在那边拿足够的学分啊，所以你别当那呢，搞学位了。但是你有提来读学分啊，我提来读的是是。 在时啊，一部是暗时啊呢，因为你无法度长时间，叫做短期的啦，迄个修学分的啦。红心最近好是啥呢？你可以用三个暑假，三个暑假的时阵吼、哦，就三等就对了。我暑假用三个月，我三个暑假来来去去吼、哦，应该超过八个月嘛，迄是整个教育部规定的吼、哦。你若呢？九个月？ 但是靠他来,來去,去，你底下可以八个月，那你又可以拿到正式的硕士学位。那你需要论文，所以用三个书记，结果是不是啊？九零年这里为了九一年，别个伊就克掉啊，你我你都一个时期而已啊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，该保险还是假的，还是黑狼吐出来哦，伊若真来提名哦，干吐出来伊就走活路,路了，对啦吼。

哎，好。哦，这只你有看到无？这只好啊，这只无哦。啊，南帝反腐的，这这台湾的亚洲哦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是这啊，民主国，亚洲第一个哦。以前人讲帝王时代先哦，以前人万清有无？ 把台湾朋友要告给大日本帝国皇帝的心咯，就有人伫台北遐啦，因要组织一个民主共和国，不爱好日本，啊脱离清朝。但是呢，事实上呢，叫啥啦，龙兄虎弟啦，结果伊是那是倾向清朝就对了吼，哦、这个，啊这个居然毋知造对呀，毋知影较早伫李万金遐，现在不晓得到哪里去了。 嗯，改革到哪样？我哩看且嚟讲吼，我们那个，就我们到美国抗议的，美国联合国，啊个中国大使馆，即卖中国大使馆哦、喔，即卖想想也开讲个，中国跟我们咩有什么关系啊？一抗议要从哪？啊？啊，伊就唔知啊，伊就就讲系中国一直要干那安怎安怎吼、喔。好，这是了，即个款，即。 这张相吼，全世界都爱看这张影，嘿，这张啊我偷摄的啦。那做仁义礼智信吼，偷摄的吼。老师讲我来讲给你听。好、哦，这好，我一出呃白宫,白宫，白宫新闻处的处长，出来我做位见面咯。白宫新闻处处长，我一做位绿道。好，我这讲个先吼，学位有无？ 洪秀柱也无坐咧，我这個校长甲院长有无？他咧咧中午喊什么人啊？喊苏联戈把契夫做去食中岛啊？他我无讲我爱在预备啊 <laughs>、哦，吼还不够格了，你知无？我这教授是是迄落个颁发证书者、這個、对不对？洪秀柱也无，洪秀柱干阿提因个著名什物迄落吼？端起来国门汤的，赤联白眼讲认证啊。 你知道吼？所以讲，以我来，我来想啊，系、哎、啊，这吼、个哦、要选总统吼，百分之百不行，甲这个吐掉样，跟甲那占这个左一个都占不掉了,了，卖个占其他就对啦。吼、哦，你看一下，我是要读，对不？我为什么不能够用学那个学位出来？因为我们那的了学分不够，啊，那个红十字那个在读学分的尔嘛，学分呐、啊。 专科跟大学、跟研究所不太一样啊。一警一科的专科，现在我们台湾很多的大学有无？所以别讲一警是专科，起码是大学，但你一警读的是专科啊，你不能够用现在讲啊，起码我来读啊，对不对？警医恰恰是应专念的啊，啊，这么警医大学，你警医以前必要是是定义上，嘞？等于讲是专科念的啊。那你现在你不能够写讲我警医大学，诶，什么黑罗底啊？ 你毕业年代不一样嘛，所以你要看讲，完全的现在读嘞，在那边，咱就读学分呐、啊。所以洪秀柱要看啊啊，啊，你含我想要读学分的嘛。但是你不能欺骗老百姓，讲你安那五亿的教育硕士的学位了。所以这个吼、哦，甲咱迄个周一课，迄、那个用讲扣扣者加多了好啊，这免挂了哦。好。 哦，即用你看哈、哦，这个是我谈到讲的，讲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学识黑了哈。你今天唔是咧公事的问题，所以哈、哦，我把这个就很快就带过去，很快就带过去。我讲伊咧学位甲学分黑了哈，所以各位要从事政治，你要诚信，当。 你的第一个时间点红用出来先哦，你马上要处理哦。咱马上按那呢，别那讲都那个话唔对，讲回实的是当初选的登记唔对，也许哈，大概算了算了。但是呢，一点别硬拗，这拗唔过啊。啊，所以哈、這個，这个这个摆下去哈，也别算了，只要呢，七月十交啊。 因呐，像安尼拍板，那時,、哦、时候满洲讲哦，干成无伊备赛的时哦，吼，做烂，全部烂，马满洲揣一个特使柜出来啊！啊，满洲已经做个烂的时哦，伊历史定位、啊，唔是无能了、啊，唔是昏庸了、啊，伊历史定位定在哪里？定在中华民国的终结者了、啊，这以后的历史定位。 可以总结的，来总结个找人出来做判，所以你感觉讲奇怪啊？朱立伦，你若真正哦无后，老多年咱无需要讲猜测啦。无你什么人物，你知影顶官的意思？美国意思安怎，你红面甲臭头一样，哎，伊都毋出来了，毋出来呢？ 叫你讲的是，你要代表嘛讲出来，为甚物不大代表咩光叫？对不对？对另外一只代志哦。但是你国民党的存亡，中华民国存亡，无代表什么人？恁只系 A 骹无出来，派咧 C 卡，死、哎、骹卡啦，我惊无骹咧。啊，这是要选啥个对不对？所以有当吼、喔，我们站在台湾呐，看出出去要落看个眼光吼。 啊，好，阿才咱谈民府呢。如果我们没有谈民政府的时那一点吼，含含各了地来地吼参与选举呢，现在的多数我是百分之九十几拢是支持民进党啊，啊，当然少数呢，啊，较在有讨路关系还支持国民党啊，绝大多数，打家拢有台湾心、台湾情，吼、哦、支持做本土，但这个本土不长进呐、啊。 当初一定的是台湾著名自觉是真主权主国，政府有联合国宪章诶，将来一直伫同意，所以我们台湾参加台民政府，一直台湾民进党的时候，一直讲会参加咱本土的吼欢喜讲安尼是喏，拍倒国民党诶了，咱会当家作主了，想法很幼稚啊吼，伊怎个想？所以民进党一直到一九九九年。 解业党讲了的时阵吼，那时候咱迄阵也唔知哦，伊解是不是现光明正大吼，经过代表大会讨论的解哦，唔知安怎解，但你解做啥呢？那是一九九九年啦吼，搿度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即听啊，来听起来,聽起來、就是诶、欸，有符合咱的口味啊，但是一开只股，伊讲啥呢？伊的名。 也国号了了，叫做中华民国。你是等于把台湾甲中华民国合做伙，把台湾的身吼、哦、出卖给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借壳上市。所以这真悲哀呢？如果咱各位要来读法律的时阵呐，都是误导伊。你刚嘛，是阮的老朋友讲的，讲啊，迄边甲吃骨的人的啊。 那意思讲，中华民国是台湾当然对中华民国话，由咱本土大人，无可能推翻中华民国啊。所以归去以前，安尼不如甲甲做生活，许变成寄生啊、寄生了，要寄寄血啦。我捌来上课间讲话，寄寄血，寄生啊，一个壳伊家己无肉身啊，迄、那个肉身都无壳，当然甲做伙都还好，相依为命啊。 所以咧，台湾内面就变作这种假生的的一一种就对啦，非常非常的悲哀。由这个壳的心，无得咁大，伊是空壳。啊，咱大人是一个肉身呢，但那肉身会大呢，迄、那个空壳未大。所以你咧，空壳未大，你的百姓会大呢，到尾也剁死，剁气死。因为我试过假生。 刚好给我灵感呐、啊！我靠这个懂得这个道理啊！前年的时候，大伯子我走迄个，唔知我要讲课可以用得到呢啊！我伊讲之后吼、哦，买两只寄生啊，你知嘛？寄居蟹啊！等伊的时侯、哦、用这胶囊啊给逮起来，那天晚上一只龙吼脱本住以后造出来啊！很奇怪呢，那唔知啊讲原来伊卡土嘞吼，哎，佮高嘞让造出来呢，几只又造出来、啊哦欸。 找水找水拢无啊！把那迄个迄、那个找甲找卡伊哦，找拢无、啊，奇怪，躲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的听听吼，坐在那里碰伊，坐在伊啊，毋是正对吼啊,啊，难得吹啦。那四 S 就吵啊，了对啦，迄、那个查理对，结果呢，四哥也后了。哦，因为我白天出去吼、哦，他们都晚上才回去了，很少很少有白天回去的啦。哦。 结果呢，迄只都要等一贴治疗了，也无需要吼。灯一打开，哎，阿个走在客厅呀，吼，欣喜若狂。我奇怪，这水个你走在边啊？马上个抓起来个落来吼，搁用这汤甲滴来就对了，不能让他头门自由吼。哎，这么滴了后身吼，讲嘛咦，什么个蛇出来啊？迄个离开那个迄个壳个里啊？我是讲可能。 可能是伤过热个款咯，我管用是电风啊，甲吹电风啊。吼、哦，吹两下见呢，讲可能是不是肚子要壁食物件，所以我就下只苹果食呢，下苹果较落个，因为另外一只较乖啊，伊就欲走吼、哦。我做，诶，结果第二天、第三天咯、哦，这只煞翘去啊，会跑出来这一，这只煞翘去啊。我就想拢奇怪啊，啊，咱甲饲甲饲甲翘去啊。 挑恁挑人死了对啦吼，好，我惊一,、哦、一,一个吼，讲好，安尼咱袂使共饲只了只个我把这两家吼，快速火速关车开来吼、哦，佮在我们高雄西子湾呐、啊，在写完了，把这只迄个戏园吼，把那海葬啦、啊，诶、欸，这唔是海葬嗰啲变蜡灯咧，呢 <laughs> 这海葬那个企业啊，我海葬啊。 讲拍起个饲哦，咱、喔、就袂晓饲，该饲到你死吼、喔。另外迄只蛙的吼、喔，赶快放生啦！吼、喔，伫迄个所在遐一只蛙只死人放生哦、喔。然后回头去问啊，问迄个物件啥？讲奇怪，有一只搞啲咩事故个吼、喔，我都无看到吼、喔。后尾物件好只，爱奇怪看，看拢揣拢无？伊讲吼，伊爱暗个所在啦，不要再光。 有光还暗嘅所在，而且伊咧真久无食物件，马健啦，讲哎靠完了，所以难怪吼、喔，而四我四个月靠我揣到了，结果呢，伊个所在，伊讲就是呐，要揣较大个壳啊，你知哦、喔，因为迄个壳原来迄个坑哦、喔，已经容纳不下伊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尸体啦，吼、喔，迄、那个身躯啊就着啦，所以伊出来想着要阁揣看个壳。 安尼啊，伫沙滩内底吼，伊家己知影，对起阿伟个壳吼，伊来去找，佫找较大的的个壳安尼啦。所以因为无，所以伊拢不如揣来搜搜佫无，你也搞不下著死安尼啦。吼、哦，我恍然大悟嘞，原来假生是这样子哦、喔，因为相依为命诶啊。啊，说我想害啊，啊，说中华民国时著一个壳，你无毋掉啊，用迄个壳。 到底咱台湾人即个身躯顶的生活啊，咧假生啊才刺居些，这以寄居激些道理就在这里啊。有咱的母性的大，咱大陆人即个也就是咧一马步一马步会大。中华民国这个死磕这个空哦，袂大，所以硬撑下去呢，会做会死。我和我前咧假生的时候讲的道理一样啊。 所以还好，因为咱台民政府的成立，所以台民政府成立起呢，代替上了中华民国的卡，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卡拿掉，用台湾民政府即个卡一些落来，那这样我们台湾的牺牲了啊，来救咱台湾了。所以起一的小小的总部的心哦，让我产生到了灵感。 无代无时，我啊去买个价钱，让我这个灵感。原来中华民国叫做这个壳，无能戴迄个壳。所以，且田的选举了吼，有时候感叹在心里，因为咱别让产物，咱也无能发表什么意见呢。来利用这个课堂，咱来讲，伊的最近的讲开心哦，不能讲出中华民国，别让讲中华民国存在。 吼！你、哦、听着你倒大？你知影无？你一生诶心拢靠中华民国咧食饭，你靠中华民国领了薪水，包括你这礼拜夜晚你向中华民国宣誓，遐俸禄拢是那台湾的民脂民膏啊。你竟然今日要选中华民国诶，总统竟然讲未使讲有中华民国存在？ 那么你这算什么货？所以讲这点的心哦，脑壳有什么意识的人啦，就不,不能接受啊啦。哪里啊？我中华民国别别再讲，中华民国不能讲，那么你可以做。因为因为国民党的政策，以前呢，反攻大陆可以讲，但是不能做，你知道吗？还学攻攻攻要光反攻大陆。 你袂使坐起来，要坐起还稳大陆。哎、欸，机关在倒变呢，即马中华民国不能讲存在，但你拢在做，拢做中华民国的事情啊，关市长选举、议员选举，包括总统选举，拢在做。但是中华民国不能讲，不能讲它的存在，机关在变呢啊。所以，我们要经过这段资料的时候。 读过台湾民政府这个法律，我想咱伫外国那边吼，你们就有一套的了。今天如果大家要透过这个专训，大家积极做会，慢慢互相把一些切磋，互相的来只交流，互相的相捌，更加重要的、就是大家放弃咱两三天的时间。 放弃咱旧的物件，来接大家共聚一堂，共聚一堂别创啦！我恁讲，如果你是基督教，你可能会做礼拜；你的其他人有可能是啊，你为个宗教仪式，灵上去进修了。但是咧撇开，今天大家说我集在位，集在一起，就是在共修啊！你修啥？ 你虚伪心呢、啊？我们底下虚伪心吼、啊，可有一个有的正面的量，的正能量，正能量会产生什么？正气。所以各位大家这位师尊吼，你去一堂心吼、啊，咱有结啥呢？有结共同的愿力。这个愿力呢，产生但来自无同款的教育程度，无同款的生活背景。 在大家做会时阵这个愿力吼，难波难估计嘅。尤其咱在做会时阵呢，迄、那个产生出来愿力共鸣，咱正量、正能量出来时会产生一股正气。迄个正气、那個、会笼罩伫咱台民政府，而咱灯光看不到的空间呐。你如果你有学过五通六通的人，你把酒。 猎当成黑的鸟目、狗目，它们胜过我们人类的眼力六倍了。你就看到另外一个空间的物件，但有咱的人、人力的迄个目力没有办法成鸟目、成狗目啊。所以我们看不到咱的头发顶诶、恁的头发顶诶到底发出什么光出来？尤其迄个供需维持中吼，迄、那个热。 真正看无诶，因为怎么样，我们会产生一个防护罩出来。今天咱台共军党底下人民政府，咱你外靠着一个迄个防护罩，这个防护罩呢，可抵得到妖魔邪怪，即无处不落呢，就没有办法攻进来了。因为迄阵啊呢，我们调整我们的心了，因为咱咧心调整过来，的时候。 咱要把邪恶的中华民国关离开台湾的时阵哦，咱的心是要救台湾，所以咱是正念啦，正念我们台民就会变成正义之师啦。人的正义之师的心哦，就是安那呢，要打破歪魔邪道了。啊，所以咱台正位心，你不要小看、啊啊哦、了，无代表是安那的心哦，上过来一盖呢。 这里是来社会去共聚一堂，因为你那等于了，你离开他们政府，你这个社会一群来的，人人匆匆的几轮子，你们办法站在制高点。那今天来社会去的呢，就这样的社会我们的制高点，几单台民政府。我讲激烈讲，你如果坐在台北，你晚上有个时间呢、啊，到那个天桥上，五分钟了。啊。 到天桥五分钟，你在上面看了一看，迄个车人来来往往，奇怪，他们在在忙些什么？有迄种无相捌的。但因为你站在天桥上，还是你咧咧看，你尽失五分钟了。你看这个人，你不用啥话，时真呢，当五分钟了，你下来之后，你看这个人加做诶，走入人群，拢像墙一样被淹没。 为什么？因为你无敌的监管，住高点,点看这些人咧创啥。今天我们他们主府就是成立，徛在天桥顶上。你看到一看，来来去去，人人匆匆，驾驶咧冲啥？如果说我们没有他们主这样，你对你想会都一样。因为双击你还没双击，你不赢这里还没无赢。但是我们有一个任务啊。 因为你他们正我做成了是咱台做会了，咱我觉得共同神圣的任务哩，是大家。所以你都不看，你看这个小孩的遐个时哦，微不足道。所以因底代咧讲要选举咧讲啥物哦，听甭听，看甭看，对我们整个台湾的整个的方向的迄个时哦，都无影响。盖在我们台民正，我觉得正确方向。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。我当然刚买下来的同，我们同心的心哦。吼，不惜来去来家的专心的心咯。刚还很烦，我告诉你不要烦，因为恁在做尽伟大的代志啊。社会上是我讲大，人人匆匆来得干啦，为为三顿嘢嘢。那今天的恁不是了，已经超脱，已经升华。 把你的生活观念已经升华到，你不是为家庭念念，为恁社会、为恁咱的，更加传恁后一代啊，这些不得了啊！的心态啊，你给了大家的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啊，秘书长也是一样啊，来起都会受到很多的委屈，但是呢，因为让我们走在时代的前面，还得追求真理 那对于社会最前的，现在拢走在时代头前，而且这些人都是很少数，都是怎么样很寂寞，而且孤单呢。所以咱是很寂寞的一群，但是呢，咱这群是少数的一群的，但是我们共聚一堂，可产生了无比的力量。所以你们人讲小看自己，讲我我不读大学，我不读研究所，我不算啦。唔是呢，你的今天来的时呢？ 含别人不同，你伫遮读三日、三日，搁兼三日，你送去外口读三冬，搁兼三冬这是不太一样诶。因为今天的心吼、喔、很难得，必须得吾人啊用到智慧之笔，下岁的,的心讨论得出来，廖一心把我们台湾归半年来要走出另外新的大道出来，不同啊。我等下有讲过先咯，当亚历山大要攻阿修罗时候。 他讲亚洲的先生，他到哪里，一、這个和下，一、這个采一、這个鱼啊、這個，有一个丝袜拍掉的撕胶。你如果要攻亚洲，无把这丝盖打开，你没有办法攻亚洲。亚历山大怎么样？条里边都来了，你要看看这丝盖你看他怎么样？迄、那个剑丢下来，把这剑，不一个挥刀而的迎刃而解。迄、那个丝盖呢，用坏手拍的。 迄个剑安尼出了後、那个了，我来拍长驱直入亚洲。我今天来谈民主有哪些呢？就是迄个世界里底有一半人也毋知影，咱台湾澎湖的地位，咱外侪教授、学者，包括国民党培养的，包括咱民进党即来家台湾优质技术海内外个，我们的精英多少？咱高的教授、博士、医生、学者一大堆，但是一个世界拍袂开。 为什么？那个时代要沒有一个时代人物的诞生呢？那今天呢？刚好我那秘书长用那个智慧之笔，来定亚历山大，那个智慧之剑一样嘛。所以这值得我们青年党加入这个阵容了。老实讲，如果说咱无这个机会在外口，嗯，也是懵懵懂懂的心还很难讲的化大我那倒立啦，化开不固啦，有效无？ 无效嘛？因为咱咱呢，一个世界底下毋知影，毋知咱是到底咱是比战呢，比什么哟？前几日有一个医生啦，伊讲咱呢，来战败国，一个少年人啊，雷军啊，开始二次大战的时呢，咱也无告日本战败啊。中华人民国伊的胜利者过来是告白怎？毋是啊？伊若是用拍甲面毛毛啊？伊若是来失败者。 唔是，迄是美国来轰炸，美国拍赢，说二次大战结束是為美国，唔是你中华民国啊。所以伊甲咱骗骗讲伊是啊，迄啰吾啊，战胜国要胜利者的姿态个，你是夹着美国，扣着美国飞小罗个。摇身一变，伊也是胜利者。所以这个医生讲的时阵吼、哦，就笑来一看，咱的无国日本战败，佫过来讲是，迄是胜利国。我佫唔知道，伊那是战败啦。 向拍到山顶去啊,啊！所以心态非常的纳闷。今现在伫台湾是，咱的国策到底是要安怎？咱的移动，那是甲咱来伊甲咱拍的呢？咧奇怪咧。这個心态哦，咱唔知要变哪调整了。咱的弱点就是当了取之于生活，为了五斗米折腰啦。但比如咱做些咧，假拢无伊啦。 所以我要看时间、啊、都不要超过我的时间，看看我的车帮煞未回。啊？咩？啊、我咩办<沒>来？你家己很主动的吼，两个小时来电，我站在这边。所以你们要到外面去吹吹空气可以，哦，你要到洗手间都可以，因为你如果为了 中休息休息十分钟了，我们整个那个就会乱掉，气氛的乱掉。所以你那边洗手间做电梯，我绝对不问。来来去去，绝大多数的人，我想你可以跟我一样，你们坐着，我站着两点钟，好,好完成啊！那呢？有为你的专线不简单啊。老师讲，我有有计是淡薄啦，搬山兼贵岭嘞。 不像我们这斜坡这边恰恰的高呢，所以我都一直鼓励，既人恁家要去担心，啊搬山过那过来，你就来家两力，还是三日，好好就在这边呢。因为你底进来家所接受的，和我靠决定不一样，尤其我们可以讲些过去的经历。我的贵子，聪明的人不要当以自己，老是自己要去尝试，要。 别人的经验来做我们的经验，先开始聪明的嘛。所以我们就把过去的经验去共一心了，就把我们犯了的错误，那唔对诶，马上就互人知啊。你的信托，杂杂个切嘛。因为我们人生苦短，滴社会为了生活，了然让作息时间个精力呀。你插什么政治呀、啊？为了共一心，三个人在做，咱也是爱做工。 上来者，咱也是要找套路来做生意，因为这种心态把他仔带台湾不争气。心里当然还是咱的精英话侪呢，但是为了为了生活模糊了。今天如果台湾是正常的国家，那还好。为什么？因为讲究的自由跟民主。但台湾不是正常的国家，中华民国它不是一個国家。为什么？ 因为他们有合法的领土，中华民国它不是合法的政府，因为现在它没有事实的主权，虽然咱搞清楚的,說的，把人咧讲的你列讲，无白做黑事啦。台湾配合当时是中华民国宪法内的领土啦，搁中华人民国哪无？它一九四九年十月七日把中华民国消灭掉的时阵，宪法内底有吗？没有啊。 一九四九年时候呢，周恩来搁对全世界昭告天下了：国民党已经全挂出去啊，离开他们的国界，逃亡到哪里？逃亡到他国的领土，嗯、就哪一种哪一种咯？中立哦，对不對？迄是画最简单啊，他就代表毛泽东讲的啊。所以伊做就台湾配俄是因赢的，你知影不？那是日本的、欸，所以他流亡到对，伊这样造。 蒋介石的心哦，直接飞机坐的，四五个含水夫，走落去，找人陪我配合啊，陪我一个月了，后，甲找来高雄，高雄那才走大帮呢？他是先流窜这样的，所以阵来甲讲，已经逃亡到他国，逃亡哦，因为个公司有宣传哦，逃亡到他国的领土，所以他们认知来的，开信先了台湾陪我都毋是中国个啊，在台湾嘞漂白啊。 妖心一变，好压起来了事了。来跟你讲啊，这厝边隔壁拢歪的啊。我们台湾是处于这个状态，老实讲是孬。迄、哦、个中国崛起，干咪在在八月份的孬，我们专心啊，结束。毕竟我来讲这个大题目啊。而今天呢是有实事的问题，这讲的孬讲不完。说话呢，各位怎样？今天我们面临的。 社会无讲块的杂音，观念无讲，系啊，免得处处作祸。咱别讲，他说没有办法。我有什么？我有强有力的、的强有力上的美国的，要用美国军事政府的时阵，把所有的时阵哦，你那杂碎高架村啊，拢甲点点去。不然现在有水，你民进党也没办法啦，国民党更没有办法。 因为社会已经这个氛围出来啊，遐、那、民、個、嘴抓住一个问题，伊就讲我民主,主義我自由，我言论自由，我宪法保障之下心哦，共党跟共衰了，对不啦？啊，共过共亲共好些，共本地拢有在了讲的，的就对啦。所以今天我想讲要把台湾的心哦，恢复平静，免了为彻底为卡起来，楼主拜托美国，你赶快进来。 用你强武那个军事的是统治社会内底，所谓民主自由暂时冻结。无台湾是要哪救？真个是啦，政党也沒法对那环境都阿蛮大了对啦。你给那民众弄起来，因为阿那呢连根立得跟烂一样，还我可怜你知阿无？尤其起码那一句话，因只思思念念零，掂的手来，你妈要走落去捡。 人家中国人都是心里台湾是啊家你啊怎啊？妈，今晚准备走了一只，伊就赶紧完成他的大业，免阿把台湾咧用个潘石，有咱台民政府告美国动调咧，卡动动调咧，安那无信哦，总出轨。你美国别纠那纠不服啊？阿别纠把剑个费真侪力咯。所以今天台们是这样情形，伊怎么讲？ 文攻武吓，我用飞弹，佮你买大把劲，我用机弹。现在各位东洋会啊、港会啊，即来者拢安来佮你优待交代过啊。食人的饭吼、喔，抢人东西啊，你揣着夹口啊，他在收买人心啦、啊。尤其即卖个纯入去个宗教团体内底啊，做太天啦，佮你办活动。 因后壁摕钱，有奖金，有奖品。幕后金主是中国遐人，透过民间遮社团内底，白话党后壁出钱。你收买咱个民心呢？啊，咱也无做地角，咱也无加紧遮个脚步，老是过沉沦呢。所以咱讨民政府有一天会当老百姓，唔是干咱拍破尔。 一为感谢人，讲老若无咱谈民主，这段期间的心哦，吼，让人安尼偌济，甲咱笑，甲你头壳懵懵，看你发烧无？啊，这个情况之下是，唔是你扬眉吐气，唔是，因为咱的追求真理的心，就是要默默的承受那个委屈嘛。所以你不要他们主，我叫大家，不管先不人，我都很尊敬大家的，对唔啦？ 不管你写该几不下不管你来自何方呢，只要你肯按照中央的指示，你的贵务官将站得正，然后能够接受进来再转训，你按照规矩来的啊。因为现在我们电脑来对，你跑的没当随便个字吧，只要打开，语文的语文，格言就格言，你什么也是电脑不能随便的变换，为什么这么啰嗦？ 觉得建护机关你哪不这样子，那跟跟其他社团有什么差别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执政，要执政也必须要准备心理上打工。让给在政府官员了啦，你这个刚开复你你怎么做？好，因为這时间的关系吼我稍微讲一下。昨天晚上我那个童心在何市场，何市场哈做过工啊，一攵个相片我苦。哈。 我知道，何市长，因为多少借机会的人，他那个相片不小心没带来，我昨天看了吼。那个我那阿姐，我爸爸第一，个，我那阿姐第六个。何三场就是他规划设计的，何三场，那时候我人在里面，我在绿岛，我那阿姐的规划何三场，何三长完全料现的调到何市场。 迄阵吼，也、哦、是阮阿叔，阮第阿叔规划设计，但因为咱闽进人迄种阿民进一直反对，不能再继续核市场。这个中间呢，阮阿叔啦，陶桂光跟迄个游清啊，迄个馆长也接触过核市厂，对阮阿叔也观念两对。 设计如果都按照所谓安尼来走哈，是没有问题。这是如果、啊、那是假设啊，但是呢，因为年龄高，这个中间民民，民进党别走，国民党无民进党无爱走，国民党别走，安尼反反复复，今仔咱推两三千个第一大样，结果看袂到泡沫，七月七开始封存。 你若无风寸的心哦，有人才会首先讲厂商啊。如果旧年六月六月一号，迄、那个燃料棒若拄来吼，他就全家拢要搬出去啊！诶、欸，你做何市场的康课诶人，无信心吗？全家都要走，迄、那个混饭混饭吃的对啦，看我的国民党内底开咱的钱，迄、那个早期或者空箱拢摕掉啊！那個 无做袂使呢？二十瓦天我们要缺我一开始要做缺点，缺点到即阵，迄、那个好小的嘛。台湾那些南波几粒八波二三，我二、哦、一二要个讲四，嚯！真个并了到来记啊，并几粒嘛，八波拢跳去啊，就绝对的嘛。所以这个问题是的咯。老实讲，因为我问我阿姐。 好市场，你规划、你设计的；但是,到最的是不到即阵来是为咩啊？伊若毋知讲个变个安尼呢？内底几千项嘅都经过吼、哦、修改变动。原来是美国做嘅，我即摆呢，其公司嘅是无啊，而日本公司买伊啊。我昨看内底有写著讲吼，二手品啦、啊，二手货啦，吼、哦，我毋免知影讲，董事哪一个在那边工作啦？ 迄相片我迄个二手的，无用新的用二手品，啊，就看我加即个听多。所以今天呢，迄、那个过年林宇雄出来底下要绝气讲的，有他的道理啦，绝对有伊道理的啦。用生命开玩笑吗？用生命逼伊？咱但无需要使用可能，因为电力公司的人挖看我，你知影无？因为为了该制造供电波高，创造必须要可能。 咱投资外外济迄个基地来啊！你啊想咱的太阳能，尤其阮南部啊，摩洛克风灾的时候，迄、那个经济部,部有一个政策，来、就、讲、是、啊，你的气温啊吼、哦，如果用起来顶管用太阳能板，下加那,那个太阳能鱼啊，太阳能板迄个吸收迄个阳光了，产生电，你家的用剩的可以卖给台电。哦，啊、所以啊，台昏昏的关掉出来。 这是经济部一个迄落啊，台电反对，为甚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政在为倒转的也拢无做做一半，非常可恶啊！你若如果个南部迄、那个阳光哦很充足哦，真正吼、哦，尤其落、那个迄、那个气温啊，迄哦电管，它还能办，下骹去试，诶，可以两用，这不更好吗？为什么要反对？那很自然呢。 这个风，这个太阳，这个、上天主人，这佛人利用，利用也心咯、哦。遐可能废料，无当医，无当用。不怪伊的啥呢？咱伊遐，即马意术较悬啊，来抗议抗争啊！你当作顽疾啊，遮是较戆啊！搞你大难疾啊，遮头尾大咯，唔知啊！即马在讲个是何废了啊？咱即早造了过。 走去苏联，拢咪讲啊，较钱、较钱、喔、咳咳也无要紧哦，会当互咱弟仔买呢。诶，结果若知影了，咱就无坏。系啊，伊即嘛为关起诶时阵，蹲伫个核能厂内底啊，阿用发现啦，即核能诶时阵吼，规百当千咱未当伊落去，啊，为什么借造借造出来？啊，咱着自然，你太阳能啊、风咧，为啥无被用？最奇怪，这批人就对了。所以咧。 去年的时阵吼，我咧想着一幕令人非常感动的。一个咧抗争和事的时阵呐，有一个少年的女生呐，迄、那个名叫做瓦西列娜，原住民呐、啊，瓦西列娜。伊在咧抗争的时阵吼，都还在正抱警察面对面呐。迄、那个女生看了，哎、欸，这咱咱同作的哦、喔，咱辨别原住民哦、喔。 你要想，伊问伊啦，问讲诶时阵吼，长辈伊当然用因因你着南岛语言来问诶长辈，你毋知是对一个族诶吼安尼啦。因为台湾目前有十四个族啦，十三族最近搁交一个族啦，吼、哦，伊问啊，伊要问我对一个族诶，诶、欸，伊无答呢，无答未成吼，伊搁继续问啦，伊讲吼。 是虾米理由啦、啊？什么理由让我们吼？这样对抗？是虾米理由啊？这个这个众包警察的原住民吼、哦，也佫唔敢答啦，总歪头过吼、哦，加上揢一条手巾啊，揢一条手巾啊吼，那个动作也许可能咧差远队啦。为啥呢？伫对面抗争呢？这就是一个精粹的，一个原住民的小姐。 用这个责问、责问伊，用敬佩，是啥物？理由，和咱家的族人一起来对抗？你咧想讲？结果他擦拭眼泪，这还是恁哪时阵哦？是日个抗争啊，隔日咯，隔天又抗争啊。结果呢，有一个年轻的，他用耳伞吼塞给他了，哦，伊也看来咧笑，伊讲吼。 我们呐，就是人要正报警察要管怎么样？我们为了生活啦，扛这个沉重的，扛了沉重的这个、这个啥、那个、那个盾牌就对啦，伊啥哦？因手拢举的盾牌啊！因为我们为了生活，我们扛了这个沉重的盾牌。公，但是呢，你们、你们呐吼，为了台湾的未来了。 您担负了沉重的责任。下看了，下课待完嘞吼，那日头拿出来啦，安装在一条单挂啦。我看呢，这个瓦西列娜看的很窝心，到是我看了这个也也非常的窝心啦。那最可他们说，他也承认，为了生活，他们扛起了沉重的盾牌。但是呢，鼓励在小人呢，你们为了台湾的未来，你们扛起了非常沉重的责任。 对不？我怕时间多搞咧，啊？诶，我们都是到几点啦、啊？我不知道到几点啦、啊？啊，九点半了安你阿未来哦？还有点时间啦、啊，我用狂爱高点轨啊！好，我们到九点半哦，也许七点半到九点半没有错，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包光最短的时间哈。哦 那社会发生的一些现象哦，所以大家呢爱安啦呢爱思考，思考这问题的，我们不要跟外面一样啊。唔当然我靠小为一种思考模式思想，哪呢那里面的台民政府啊，所以当你站在那个制高点的时候，我们想法思想绝对跟他们不一样。所以呢绝对要记得高高度的啊。 尤其到目前，我们可以忍受任何人对我们的攻击，对我们夹造污蔑，可能借着这个无必要的造成的误解，他们不要，现在不要浪费那些的时间了、啊，我们要全部全力也行哦，集中达那里，按照中央规定啊，让按,按照美国的指示，卡波岛问。 啊，一步一步安尼讲，我们不要改搞，我们不要异想天开，阿、啊、无想讲要脚步要打较紧呢，无效，因为这不是操之在我。第二是，我们像一个一个机遇现象，下指导旗是甚么人？是美国，伊叫你吐一步，你来讲一步，你免改搞，你要讲两步，对不对？那你讲两步，你有记者呢？ 路買買的啊，无到百百只呀！但我讲叫你行百，你不能行急啊，你不能骄傲啊，你不能用去拍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咧，指导期我们必须很稳重的。听比我怎么样执行？列给各位我们在座的,的，我新来，要唔知啊？较年资较浅，你唔知啊？我没有经过四二五，前年的四二哦，一批啊。 迄辈先吼，慢慢的、啊，他们也消沉落去啊！因这人，我多人对着这个时代，我都对着咱这个列车一直在行，因已经落车呀。中央的列车没有办法停下来，过后这人再上车，佮继续行，他们下车就下车了。 所以咱这个中央列车咧行的时阵没有错，很多要么邪道的心哦，拢会侵入，伫外来公司各地来的产生。所以我当咧讲吼，我们唐明政府追求这样，就有点像《坛山庄三宗出境，修行，三宗被他西德国个边迄个出京的时候，你看这个中过程呢？ 除了迄个环境险峻以外，拢有歪魔邪道，甚至要拿迄个唐三藏哦，跳下落班，要吃些辛苦啊。但是呢，最后出惊完成啊。我们唐明政府都就承认的心呢，这个过程有些歪魔邪道啊，甚至于对安那呢？当然，我不能说秘书长是唐三藏了。 啊，不能、哦、比，但是最起码，伊是这个执掌这个伢这个比其他家来告别国的。当然，他是一个对象，所以蒋介石围攻他，有这个头脑，无去，恁其他家都无叮当的回家逃，肖想啊，好、哦，而且球队队的灵魂人啊，啊，其他家是列车的回家逃啊，所以他知道。 把这个火车大家冻起来了，人家轨台车都没电灯啊。四五就是一种这个情况啊。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列车一直在中心哦？他们下车不能再上来啊。就是我们经过真济人，尤其讲我哈，我要进来的时候，那个网络啊，网络也是我写我们民就是嘞秘书长个林志深哦。 有四十点的啥的呢？货是买点就对了。吼吼迄四十点拢写买点，拢写吼林志炫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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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诶、欸，奇怪呢！我看到四十点了，诶、欸，我进来毅然进来呢。哈、啊？超脱引力了伊在想无？啊，著写四十点为什么进来？所以我來時说我一百是噶必须侬讲啊，讲我是看你吼、喔、外口写四十点，我一百。伊讲吼。 那伊咧估计啦，那下个七八点吼，我们就要结账了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摆接起一八点嘛、啊，你知影无？为什么会阵那网络来？底有一个叫那個，呀，名么多杀骨人，用改成日本名，互你看改成查某诶，啊。其实毋是啊。网络当然是，迄、那个英川五藏吼、哦。 用这样来呢，一直咧发表迄路啦。结果咱的东西嘛，我也看网络诶，我当然无看到好好了了嘛。一看到诶时阵咯，吼、哦，伊咧解释呢，乌白专乌白迄路啊。包括我在高雄要参加的时阵呢，伫致力路遐，迄、那个郭会长头迄个九波雪迪来呀，嘿，迄、那个时阵就一辆歪魔邪道的千二啊，你知影无？ 利用他每个礼拜一的下午两点到四点吼、哦，有的就是了，会旦开口啊个自由发发言的吼、哦，我欲听下心咯，诶、欸，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呢攻击呢，讲奇怪你是好心好意吗？还是唔在啊？好，平常我得一直拜参加两两，还不是里面的成员呢。但到尾也是我加这请新闻证，我新闻证是迄、那个。 一一十一点一耶，喏，二零一一啊，一一点一耶。各位领导，身份证好慢第一批，吼，第一批就是二零一一啊，点一耶就对了。再在我车就第一批啊，恁只话唔知第二批我唔知，我第一批诶。然后呢，我伫了讲左边遐，一、那个一个办公室吼，把咧底下挂牌营业，因咧讲啥呢？ 哈！即冇人过就收修起来啊，你睇下，咁冇人过去修修起来啊，可见对台民众的心信哦，哦，一直都冇冇嗰度冇啲信心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而且唔知我台民子是什么啦，所以嗰阵时我要用的是有人叫我讲用安啊，台湾中国一平一国啦，吼、哦，因为以我过去的身份背景对唔对？上海啊。 因为早期是要做到单独立的啊，所以用一边一邊附个，够符合阿边也的迄落。但我想想的，即即无结果的呢，会开花未结果呢，啊是有路用无啊？咱想讲人门口埕种一部芙蓉，吼有人笑，啊会开花未结籽，啊豆子冲水是好用啊,啊？啊啊！所以我想讲，我若如果用一边一个起来的时阵，吼没有错。 伫高雄的时阵哦，支持阿扁的人，嚯、哦，真济人，兴兴气气，阮三毛讲叫好停车，嚯、哦，我要钱也有人也有啊，但我却未使，因为咱一路走来，我们不能欺骗老百姓，因为这条路是是安那呢，是我都有结果的。所以我毅然，和人笑嘅马劲，我挂乖咧，台民主我招牌起来，和人看袂啊。 就是这样子，所以我等到起来的时阵、嗯，用起来，卡早第一个郭伟柱去边下，专门咧发言一下，诶、欸，转移阵地来这来这，甲讲啊，第一次咧讲有两下吼，喔、啊无错未，第二次又来，我咧一桌也坐十个人，诶、欸，他进来咧讲了，伊讲你啊，你这個必须定位是林志深，做安装安装蛋呢，我带你讲了先哦、喔，我把他回了几句。 伊也无过来啊！我那辈还没吵，还没闹拢辈。我听他讲，伊讲了是万哦来。我问讲、喔、的是，吼，林志升叫什么？你知嘛？对不对？你连个身份证他有公开嘛？对不对？伊发表文章都有公开嘛？对不对？好，我问讲，你看了网络吼，名不道迄个名不道杀骨啦迄个，查甫啊查甫诶，哇，未出来呢、欸。 伊若毋知永创有当是查甫查某的呢，我讲来，啊，伊是几岁人,老的人、欸，老也少的呢？伊若讲袂出来呢我、欸，我讲爱伊对人，哎，伊若讲袂出来我、啊，我讲爱伊大理对，阿伊若讲袂出来我、喔，我讲吼很简单，一个行走江湖的人啊，名不改姓，你会相信伊袂。啊，迄、那个。 一个人，稳性卖命，拢一直用迄、那个写一条出来，你会相信哩？啊，这个行走江湖、名不改姓林志兴，哎、欸，你袂相信哩？发表文章，公开，拢露名露姓，你毋相信哩？啊，迄、那个查甫查某，你都毋知影诶？你讲要有无？哎，你相信哩？ 我讲你的智慧在哪里？我拢袂蛮差，有迄了拢不敢过来，不敢过来。嗯、这就是呢吼，因为派人安那呢，拢一点安那呢，揣只问题，跟你讲，跟你，跟你一道。啊，你若没有信心的，你没有办法反驳他呢，你拢安慰。所以，我们这人同同心呐、啊。 工作时呢，去时有野心吼，咱的夫人呐、啊，因含、ah、是个人因做诶吼，含亚父因做诶，从先走倒来，走机场了，卡拍电话俾市长呢，有如果在停站那边可能有危险啦，即中间诶时呢，行行快快，关路是走伊机场遐去呢。我们团体票诶，因叫做买单程回来，加倍单程回来，为什么？逃离遐、啊，因为我发觉到。 配备了真正的叛徒，别诡异症的时阵哦，他们若联合好，因把这个这个徽章都盖了，你知影无？也是唔知道啊。结果呢，他们从伊唔是挂这啦，挂了美美国的信吼，我以后较知啊。九月就是五个月后，九月份我一九月的时阵，我我们一个州长，迄、那个王博士，找伊一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咧看有人咧卖，哎、欸，伊个看着讲当初四月份喏、哦。 他们就是挂这个徽章呢，就看了在讲家己的人啊。我们那时候派去的是都是我们台民主兵驻委精英啊，都是高高高级的干部，但因为存心的不良，嗯、我讲各位也唔知影哦。因为这波要把我们这、嗯那个负责人改名，别改了的秘书长林志胜这，六十四卡点的。 搁咧呆完啦，永无啊,啊！我是拍伊哀心哦，要记者招待会，无即个讲要改名者啊，好，我来伊咧偷偷去揣你说要改即个名，接着第二步，无成个先，因赶紧，别那搞咱的基金会，咱即摆你上过有发两张嘛，即证书无哦，把基金会要改呢，伊讲不行啊，迄、那个基金会是我们政治性的，咱是注册商标啊。 咱你去登记啊！你哥伦比亚遐注册商标啊，袂使。恁若要会信会当讲那商业用诶，因为台湾，你要台湾三米三米三米拢会使。但是我们台民主用诶迄是，我们政治性诶注册商标，干一个尔，别有分号。所以伊即卖整诶出来讲商业用诶，遐叫税金咩啊？商业用诶就对啦。所以咧骗因遐啦，毋知讲诶，咱、欸、老是有证书呢。 佮人看就知影嘛，迄是性学又毋是咱政治性的。所以因呢，初心距离佫是着要改啊。为虾物？所以因呢，伫大家喝在吼、喔，我讲吼、喔，上天有保佑咱。你不要讲，這个伟大的圣业吼，敢若靠咱人无多啦。咱无咧相信中国人，无咧相信迄啦，对毋对吼、喔？但只要你有迄个信宗教吼。 人话讲，唔得听我一位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谦虚一点，让人尽力做。但是呢，上天要保佑你，咱啊主要是要正义的、正气的，上天就不要保佑你，你不要邪念了。<laughs> 今天那辈人都邪念，伊产生邪气出来，伊要改。 别篡位！你要把整个要取代我们台民政府，但是讲的你没得天命，所以上天保佑我们的时阵吼、哦，你要看一开始的时候假劲弄破案，你落飞机的时，在在洛杉矶的,的时候，蔡明华伊就开记者会你啦，好个仔，伊那阵一概无开啦，因在四月二十五号在咱台民政府请的。 去建安呢？国家广播公司的钱哦，那底下那个路来吼，啊，系啊，不可收拾。那台湾民总可能包起来，有没有？今天呢，可能包起来。你们知道那严重性哦、喔？必须得去总来去接着美国 C.I.G 来的钱咯。诶、欸，三边三日被困进呢，伊早这个团队，哎哟，美国跟你笑掉一脖了，啊？ 美国若要支持迄个什国民党啊，救了村子嘛，你知影无？人咧虎视眈眈呐，看你即辈人抵挡得不？哎呀，后壁头家是美国的、啊，所以因较毋知啊，啊若美国若讲吼，放、哦、手啊，嗨对啦。所以秘书长迄阵啊，你给我回顾一下，迄阵啊，上面尽仔未食起来，未食未落啊，困未落啊。 为什么呢？咱家个团队和修修修造机构啊，要被咱破坏掉去。好他們在因伫洛杉矶啊、哦，无大无钱吼，河流尾啊先选出来啊。好在一的记者会是唐明忠迄边的开掉去啊，把台湾西部革命的西部开掉去都樣啊。搁甲日本机啊，拢安尼压阿吼，日本机啊，日苏美战吼、哦，因都无法，因都反对，哦，即、這个轧起啊，你知影无？ 人家哦，C 要全程帮他录影，那你秘书长一个唔知啊？你台湾啊，等到美国点起几大支卫星了，一起来讲较好呢？你唔相信？传来你看，你这批人到尾啊，说来说说，早一说二十五，美国讲安尼有几年来呢？我讲先处分啊！必须长讲啊，这处分就唔在变啊，迄落无传播啦，弄个坏掉去啊！ 呃，必须都讲，啊，遮拢咱民进，咱民政府诶，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呢，无当下甲处理，当下处理，所以呢，因、那个遭遇落一落、那個，即卖迄落华盛顿电视台要开迄落记者会啊。但是美国知影，吼、哦，遐、那個、外国记者拢着撤退，拢无去采访。所以你若看遐有无，拢要学头长啊，嘿，规下底咧发问有无？著、就是安尼。咱伫美国因阿律师讲，安无呢？ 用一个原告，你照科宣读，吼、哦，安尼要盖好啊，安尼算任务完成啊。但是呢，有我我我旁边先啊，伊讲啥呢？伊讲，我咧好不容易啊，好不容易咧、啊，这条家会当向全世界发布，咱让国民党的更偏更六十几吨啊，好不容易写会向全世界表示是。 咱时阵那个美国人继续按个咪迄迄迄手势抓出来啊，才叫做贡兵啊！诶、欸，这对美国来讲是真大迄落呢。你讲我是美国，我要该帮助帮助你把国门摊赶出去呢？你今仔把国门摊诶，讲贡六十几吨，喊我美国做一贡，你无爱接受我美国贡安尼好？在哪一讲安尼好个时阵呢？你看，我们后果都不堪设想啊！ 所以严重性的时阵哦，我为头甲尾了解了诶时阵哦，我讲这批人哦，使死哦，迄阵阿那呢？伊即马讲啊，兄弟兄弟咧爬山啦，告诉你，侬讲笑话呢啊！你知影咱要攻顶，要去你顶上啊？你伫下骹咱去后跤呢咩？迄年诶时阵吼，本来五月十五，咱的旅游政政策，在就安那国门又叫咱要请啊，五月十五号。 因是四月二十五日的记者会後就了，都传了啊，原本來很好啊。迄阵啊，何总也去咱湾去啦，加，何总也冇去。我有联络，伊讲五月十五号，吼、哦，拢要准备这個，今日等来了，就一切拢 OK 啊。我个性咯，咪、喔、想咪到是四十五些发生这，你知啊无？对咱真大的打击。 咱也是，加上点物点物，上头有咧保佑。因为第，一咱个主席迄阵也无去，各位知个吼、哦，主席吼、哦，迄主要作穑诶拢无去啊，啊？你讲九月份吼、哦，阮拄仔就面对面呐，面对面咧食饭。我问讲主席，四月份你，阵啊，较会无来？啊，来是，迄阵啊，后果我想象不到了。 伊讲得足奇怪，落迄个蔡蔡志远一直吼、喔，敲电话，卡古达东叫伊着过吼、喔，为日本直接过。伊毋知影。都心好、喔、得一直想讲吼、喔，不爱过，还是毋免过。反正卡古达东伊都无想过要过。如果伊若过啦吼，主、喔、协副主协各占中立，六个州个州长。 啊，国际事务的主任，哦，啊，这规批人呢？美国敢会相信讲，恁咱会改税吗？啊，这批人拢是你代表民政府的人，后主席、副主席，后迄落啊，是咩啦？哎，偏偏主席都无去，很奇怪哦。虽然九月份的时候，主席有和我们坐一起，迄个时阵，因为伊伫外口一直的团，讲啥呢？ 秘书长叶夫人吼是中国派来干碟啦，是派来要嫁我秘书长的，要可能瓦解咱的台民政府的。你看嘛笑死人吼！结婚的时候就造成即个污蔑，讲是中国诶，马吉龙做脚有骹有手，迄故事做好编诶啦，讲是西安诶人，名叫做陈什么，我卖阁讲遐清楚人吼，吼、喔、迄、那个后名六月新吼。 诶、欸，美国是人，迄落带去饲啦，啊！只要大汉伫美国读册，佮送去德国，德国读册了，送倒去中国受训练，了后来嫁互咱的秘书党，吼、哦，实力大哩。安尼硬要伊不乌硬要迄落诶。啊，表面咧人廉洁诶人，伊甲伊全讲是中国式安尼呢啦。所以因为伊破坏呢计划啦，远走倒来時，诶心哦，着用即个捏做啦。 讲因这四个人哦，包括野虎、ah、啦，野虎也敢上告哦，你也毋怪嘛？讲讲啥呢？讲因这四个人哦，互社的发现哦，发现着着关照着着啦，互社会抓不着的啦，我笑死人哦！五月份好啊，抓不着佮派来你哋啊，你正面给打破，都野虎也好，啊，也是讲夫人啊有无？佮几个人，拢九月份的时关佫去啊，彻底甲伊打破。 讲啊，西爱两部电影来了，我过来啊。所以你搞不知影无，所以就迷惑咱一挂下人。有人讲，恁家人要另起炉灶，要要听个另外去一点啊，要来煮菜就对了。要见啦，你有那个能耐，你有一点功夫啊，要来个插菜另起炉灶啊。你总是做了，袂使拢为咱遮客气啊。 遐做了拢咱台民政府的啊，你外口你无半步拢拍给咱简讯啊，吼，叫咱家好好公司安那外败都外败创下来呢，就我这你啊较好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呐、啊，你真的是真啦、啊，咱就按照美国只只是安尼行落对啊，所以那一年呢，美国遐做一个结论呐、啊，就是华府台独事件就把它结案。 就这批人，美国也敢列入什么 kind 的人物？啊，咱台民政府把这批人列入什物人物？这是我们的事情，当然要执政。美竟入来了，我们执政，接下来看怎么处理。所以你毋能讲，为时安那呢一时的冲动，家家喔、一时喜欢游戏，拢这只鸟啊吼，较无经验，就飞出来时拢用夹鼻啊，去混淆你知影吼、喔？ 喺阮只背出嚟，甲伊嘢，规群咧拢甲伊啊！吼、喔，啊，变狂叫啊！啊，你不多，但是你有,有、欸、哪个背去？诶，伊怎处理对哦？一个个背到登来、喔、啊！吼，诶是即种。有诶呢？因遐个人，希望我们目的对嘅是遐个人。对、就、遐、是、呢？你还左右遐个人？你应用啊，要破坏咱呢？互咱嘅骹步较慢嘅遮个人？ 后壁可能有一颗蜡来支持，因为这是真伟大、盛大嘅事业啊！所以你知影，无烂，沒就不医啊，无医就不蜡啦。他这样子后壁疏通，又可以让台湾民众变滚变钱嘛？变机器人还看不到。但中阿美国目前他有咱刀郎资源，纳税人嘅钱嘅钱呢？底下欧良写的，他看得到，他目前得到了好利。 好康啊，好处啦、啊，啊，咱就不离的那么资源啦，但咱呢，噶要个心尔尔，即个心的心咯、哦，就是啊，整个的保咱大民政府即个心啦，即个心的心咯、哦，坚定功不可以的时阵哦，所以我讲各位，来齐聚一堂，我大概讲的心哦，咱的参同迄个伫咧防护罩的心哦，你看袂到。 但是呢，我有我有经历过宗教洗礼了，中国的洗礼。我知讲这股气的时阵哦，是不得了。的。我靠，迄代人要甲咱想办法把这股气打掉，已经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这股气已经形成了，咱就形成起来啊。这个是每一个人的心哦，你无形中的心哦。 你诸位在奇迹，一堂底下共修为时的喏，迄个产生的愿力出来啊！为哪无受过宗教洗礼，也许不大相信呢、啊。但你也知啊，正义业路，就是、那些披邪歪道拢會,、那個、会走掉去吼。咱咧行行到底，遐妖魔鬼怪拢会走落掉啦。那今天呢，我奉劝奉劝所有诶，咱的同心，每一个。 阿记原来迄个高言也好，副题书应该来来接着专心吼，我同敢提醒啦。你今天他们就主今、喔、个来来哦，恁带回去呢，伊就是为达人物的而生哦。如果、嗯、如果恁哪对他们民主没有信心，你现在现在可以离开，唔当起来对讲安有为无为，这样对你不好。第二。 你如果带有任务进来了，弄客人个车票费诶，客人摸出来心碎。诶，来潜伏在我们台民政府的人，我奉劝他：第一，美国亚美敢公布哪些人是潜伏在里面的人，家人也光阴离开，保护他自己，保护他家人。那如果 你若唔一直欠人的钱，一直再潜伏在我们台民政府，来，你俾我几排，把中华民国即赶走了的时阵呢，迄资料出来，谁都没有保了你啦，全部人都我拢甲你救啦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撰写的时候，我我都很真吼，真心讲，即系迄罗，咱同心共，因为。 政治的团体难免，民进党当初成立的时候，那国民党铁柱丸怕起不来的，民进党来的呀、啊，一直培养在民进党里面长大，甚至选举的时阵呢，也是用上吃民进党的啊，出来的算啊，但是呢，算得了良好的时阵，我告诉你，你重要关键的时阵。 伊会伫来的底发言，所以你讲政治上的咧，是国民党伊是，他有这一套，人拢知样啊,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台民政府刚成立，在咱的观看比一代政党的不太一样。政党内的呢，所以动的咧是志同道合的人，各合社会嘛。但用我们台民政府要经过迄个啥初级的。 经过高级，经过花里点招，经过组队训练，还有过五关斩六将之后呢，还有专线，有的不厌其烦呐、啊，就删早啊啦、啊，有的没耐心啦，唔是无耐心啦，有的讲，吼，啊这是呢，啊这些人咧讲课公开，要创啥拢公开，没什么资料头要递啦，我伫遐急个心吼，无、哦、意思啊，啊所以酸啦、啊、酸啦、啊。 为人关系之外，你后了伊就选啦。为什么？啊，这大拢公开啊！我咧江苏讲，要正正当当把中华人民挂出来，安、啊、怎公开呢？而我唔是亚青亚多去含伫边个呢？我是,掌掌是在透过华的理论和大数人认识我们以前的教育是错误的。那你以前是受那些的、那些愚民的教育，来今天呢，我们觉醒了。 我在台湾，民族我记条法律胡乱叫啊！啊，所以虽然有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呢。虽然讲哦，我们来住了两天三天啦、啊，但你来想，两天三天上课的话，要读三年五年册啊！我读几十档的书有好无啊？有当来读讲因的历史地理哦，那气死人，你知影无？地理完全乱改啊！迄电卡搭的，那无好啊！ 读老党个地理课唔好，伊个台历历史啦，即马想起来愈想愈冤气啊！为安那？哦，咱睇到拢皇帝个子孙呐，领导<您>，您读历史个是唔是？人哋炎黄子孙呐，同皇帝唐虞夏商周、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、唐宋元明清，搁中华民国安落来，你读只学，有有,有好无好,好啊？啊，都无好啊，浪费咱嘅时间。而今天呢？ 我们的他们做维新啊，很难得。不管你来自何方啦、啊，不管你是网络挂的、平路、东欧、代销来，来弄缘分。这个缘分，这位我们叫做同心港心。妹。如果我们离开那边呢，因为你是港西来的修法的。如果那些叛徒、虽然跟我们同意拍摄，我们不是以前的朋友。 那朋友是互相讲，哎，阿、哎那个朋友，咱遐是除外，朋友就是朋友。但是呢，我们做同心底下相捌的，你哩个背叛我们，都毋是朋友。我们要敌友分得清楚，因为咱今做一场文革、文武啊革命，而且透过互相各个快乐的革命嘛。咱个快乐的革命，咱毋是亚像亚点样的革命个，咱是很快乐的革命。 来上课，信我们一个安尼啊，这对咱有啥物？不利诶！因为这个很重大的事情，搞我个灾难，传达完一个一个灾难呢，一个游行，这游、個、行是安那呢？可能看台民政府承你个具体责任，你看我们可以真正当，外们出来尔，我们可以走出户外，可能快速地讲中华民国特别早啊！来高级我们台民政府旗帜。 高昂大部分的伫脚落行，全台湾九月六号同步。然后呢，美国说有一天跟恁讲，您当时只能哦、喔，来到 A I T 呀、啊，慢慢就很成熟了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好，多谢各位。好，谢谢谢谢蔡委员，我们再用热烈掌声来谢谢我们蔡委员，来谢谢。